希望号火星探测器成功进入环火星轨道。天问一号探测器顺利进入近火点高度约400千米。三星堆最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内陆续出土一大批珍贵文物。近日，云南一个野生亚洲象群跨越多个时限一路向北的迁徙活动引发关注。北京时间23号晚7点，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在日本东京的奥林匹克体育场举行。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。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入天舟3号货运飞船。电影《沙丘》即将于本月22日在国内上映。扎克伯格宣布美国脸书公司正式更名为 Meta。让我们恭喜已经成为2021年世界冠军。